男友想和别人做，女友竟推学妹入狼口。有性侵前科的21岁郭姓男子，为了满足性欲，常问19岁黄姓女友：“该啥该跟他操不扯不啦？把他用嘴泡着。”他替男友物色对象，去年12月，总算约到社团学妹到家里玩。男友趁机用 FM2 下药在气泡饮料中，他还帮忙助阵，比赛看谁先喝完。男友趁学妹昏睡，摸胸脱裤并性侵，夺走学妹的初夜。学妹后来去找同学，被对方父母怀疑遭下药性侵而报警。检方昨天依加重强制性交罪起诉这对荒唐的情侣档，由于男友是累犯，还被请求重判。动新闻台北报道。